朋友，宋杰现在是在荷兰的丹丹为您带来 WF 环球项目大赛一场女子56公斤的比赛。红方是全国环球亚运会的冠军龚愿丽，而这个蓝方是德国的萨玛巴拉克。那巴拉克，我们从他那个入场都觉得挺自信的。嗯，觉得龚愿丽个小嘛，他的身高是1米7，而这关丽的身高是1米6。对，在双方在身高上肯定关丽是处于一种下风，但是在打法上关丽绝对高于他。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关丽散打出身，并且获得过全国冠军、亚运会的冠军。你想想他那种技术在这儿，他只是身高不是对手，但是从拳腿的这种组合包括比赛精神上完全高于这个蓝方选手萨玛巴拉克。你像这个这么高的身高的选手，这个关丽也见过，啊，也打过，但是呢，和荷兰这个萨玛巴拉克尔的这种对决的还略微较劲，因为毕竟这是搏击王国，因为他们女选手贝祖伦水平很高，啊，当时和这个汪涵打过那场比赛，让我们认识了这个荷兰女选手的水平和实力。那么今天。关丽碰到的是一个56公斤级的选手，而对方又身材那么高，是吧？所以关丽更多在这场比赛里面要利用一些，直线腿法，我们说这个车踹腿啊、正蹬啊，控制住不让对方拼上来，然后利用后手拳打反击，啊，把速度控制好就行了。通过一些移动，不跟对方打这种阵地战，对方就不好打了。刚才关丽想了一种半摔动作，你还收住了。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萨玛对自己头部的防守非常的严密，这时候关丽更多要击对方的腹部，啊，改变一些线路，不一定非得打头，因为对方现在说是10公分的差距，我估计不止10公分，应该还要高。我看这个萨玛至少要高出关丽将近有15公分，所以关丽要通过直拳要打对方头部就很难。是吧？将这种大摆拳上头，或者用一种直拳击腹动作，啊，再用腿法，换一种线路，对，这种车拽，让对方只要扑，哦，刚才关丽就是利用一个接腿的一个挑摔动作，啊，说裁判告诫这关丽不要主动抱摔对手，哦。现在我们也看到萨玛逐渐适应了关丽的这种进攻的线路。我们这个比赛。